Deep Space Exploration Roadmap of China 2030 is now formulated under his supervision, as well as a series of practical and innovation deep space exploration business. He also served as Jupiter chief designer of the famous national key project lunar exploration. Okay, please, Professor Zhao Chao.
在续写着进入空间的新高度。从 1957年 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至今我们人类迄今已经发射了6500颗左右的人造地球卫星，遥感、导航、通讯这些卫星已经应用于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赋予社会的经济的发展，而在人造地球发射卫星之后不久，人类又成功的实施了载人造地飞行和载人登月等载人空间活动，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为人类开发和利用 地外资源提供的可能，那么往更远处，深空探测工程的实施，极大的丰富了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获得了很多新发现，提高了人们的知识和能力。 我们也深知，我们地球遥南至外的宇宙无限辽阔，我们生活在太阳系，从地球从太阳往外，一时分不着水、金、地、火、木、土、天，那么这个行星带的距离。 大约是30个AU，在行星带之外，还分不着库伊伯带、太阳风城以及这个奥尔特星云。那么它们的距离延伸到1000个AU。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尺度，可能常人一般很难理解。那么同样。 如果我们把我们生活的地球把它浓缩成一个毫米的球的话，那我们的太阳像是一个11公分的一个球，它们两者相距11米左右，这个尺度大家就能够理解。那么在这个尺度之下，我们最远的一个行星大约与我们相距75米。那么在离这个太阳之外的。 大约1200公里左右的地方，仍然是我们地球的势力范围。可迄今飞行最远的探测器旅行者一号，花费了整整40年的时间。那么，距离地球迄今距离地球大约200多亿公里。 这个距离很遥远，但是与我们太阳系的尺度相比，可能呢仍是近在咫尺。我们的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一员，而银河系在宇宙当中又只是沧海一粟。因此，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这个理解。 认知和感悟，那就是走出地球遥南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秉性和精神追求。从时间尺度上看，人类在地球漫长生命中的一瞬间，创造了飞天的奇迹。但是从空间维度上看，人类甚至还谈不上走出了地球家园。 宇宙空间无限辽阔，还有许许多多的未知世界需要我们去探索。我们确认，我们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我们见证和分享了航天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福祉。
也必将会创造新的辉煌成果。那么深空探测已经成为当今航天领域发展的前沿，因为它不仅引领高技术的发展，吸引并造就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实现人类追求更高能力、更远到达、更广视野、更深认知的理想追求。更重要的是，它聚焦于太阳系的起源与演化，小行星和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地外生命信息等重大科学问题，最终要回答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宇宙当中我们是否有同伴，我们将要到哪里去等等，这些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鉴于开展深空探测活动对科学、技术、人才、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作用，中国政府发布的2016版的中国航天白皮书对未来在深空探测领域发展做出的规划是这么描述的：实施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2020年发射首颗火星探测器，实施环绕和巡视联合探测，开展火星采样返回、小行星探测、木星系探测及行星穿越等项目的方案深化论证和关键技术攻关，适时启动工程实施，研究太阳系起源与演化、地外生命信息探寻等重大科学问题。按照白皮书的发展规划，业界专家经过深入论证，提出了我们的发展路线图，以火星探测为重点，按照一步实现绕、着、巡，二步完成取样回的发展路线，在2030年前后实现从火星采样并返回地球，同时开展小行星探测、木星系探测及行星穿越任务。之所以选择这些探测对象，形成了这么一个发展路线图，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火星是离地球最近且环境最为相似的星球，开展火星探测可以深化对火星演变的认知，进而回答火星是地球的未来、火星是地球的过去等重大科学问题，为保护地球、扩展人类生存疆域进行探索。同时基于现有的航天能力，飞行8到10个月可以到达，任务周期较为合适，可达性好。另外，火星具有的与地球最为接近的环境，使得机器人或者是人类驻留火星成为可能，因此火星成为深空探测的首选目标。小行星保存着太阳系形成演化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的
活化石。小天体撞击在历史上多次导致地球环境灾变和生物灭绝，直接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探究应对小天体撞击的技术途径，有助于回答公众的关切。另外，由于小行星所具有的弱引力等特点，工程的实施将会带动精细化的航天技术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小行星探测已经成为深空探测的热点。人类对木星系及其遗源的探测相对较少，已有的探测表明木星和土星的一些卫星上具有可能产生生命的条件，蕴含着大量的原创性的重大科学的发现机会。同时，由于其距离远、飞行时间长，工程的实施将会带动新能源、长寿命、远距离的测控通信、自主管控等相关深远航天技术的发展。因此，它已经成为深空探测的亮点。实现这个发展蓝图，关键还是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去干。去深空，我们到底还有哪些短板？还有哪些能力不足？我们去深空到底能做多远？我想，这是我们业界的同仁们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第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科学目标，因为迄今为止，人类一共实施了120多次月球以远的深空探测，而且探测对象覆盖了太阳系的7大行星、小天体和太阳等各种类型的天体。人类对宇宙，特别是对太阳系的认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当今深空探测不再只是解决到达的问题，获得科学发现越来越成为深空探测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所以，我们第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提出一些创新性的科学目标。有了好的科学目标，能不能实现还要靠我们的探测仪器。一次深空探测任务往往涉及到空间环境、物质成分、内部结构、表面形性状等多个目标，探测的要素还涉及到电、磁、力、热、气、形等等。因此，我们第二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科学载荷，包括新的测量机理和方法的研究，小型化、多功能、智能化的载荷技术研究。认知环境并适应环境是深空探测器研制的核心工作，而深空探测项目往往又是去探测未知的环境。这一看起来的矛盾正体现了深空探测是科学与技术高度融合的特点，具有探索性。行星空间和行星际空间的环境我们有太多的不知，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哪些东西我们不知道。因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环境及其适应性，包括行星际空间的电磁辐射、行星体的电磁辐射、行星的动力学特性、行星大气分布组成、
以及适应这些环境的原器件、原材料、结构、热控、轨道设计和控制技术。深空探测器需要运载火箭提供更大的初始机械能力，以脱离地球引力。着陆、采样返回等任务需要更大质量的探测器来完成。另外，深空探测器发射的时机受天体运行规律的约束性强，发射机会难得。比如火星探测，每隔26个月才有一次机会。可以说，火箭运载能力是我们开展深空探测的基础条件，直接决定了我们能以多大能力走出地球。因此，我们关注的第四个问题，就是要尽快发展大推力火箭。那么，对于现有的火箭，我们也需要对零穿孔发射的能力加以研究，充分挖掘其能力。深空探测任务飞行时间从几个月至几年，甚至几十年。气体距离从100万公里延伸至几亿、几十亿公里，星地时延达到数小时，自主导航成为深空探测任务的关键技术，包括星际航行的轨道设计、星型导航方法和导航敏感性。即自测量、自计算、自诊断、自恢复为一体的自主建立晶体、自主 GLEX 技术。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的。星地距离从100万公里延伸成几亿、几十亿公里，空间衰耗呈指数增大，使得星地数据传输成为瓶颈。要使星地数据通道畅通无阻，保证探测数据能够落地，我们需要从提高星上的 EIRP 地面站的气体值以及 KA 甚至更高的频段使用等方面来加强技术研究。木星及乙陨太阳腐蚀强度不能满足卫星能源需求，化学推进面临着长期储存和极端环境。我们需要加强研究的第七个问题，就是能源和动力，重点发展高效的光电转换材料、空间核电源、高丙冲长寿命的化学推进，以及大推力、高可靠的电推进，以及新型的推进技术。深空探测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国的深空探测本着创新、协调、和平和开放的发展原则，我们愿意与国际上的同仁们广泛开展合作与交流，包括科学目标的选择、载荷的搭载、分系统、系统级的联合研制、测控资源的相互支持、科学数据的共享。希望全世界的深空探测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携手推动，让人类进入深空的脚步
走得更快，走得更远。谢谢大家。Thank you, Professor Zhang. Thanks for your share with respect of China's deep space transition. Okay, this keynote is closed.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